2018澳门银河国际马拉松赛道介绍。今届马拉松一如既往包括三个赛事，分别为马拉松、半程马拉松以及迷你马拉松。现在我们就来观赏相关比赛的路线啦。迷你马拉松赛事将于12月2号早上6点15分起跑。迷你马拉松长度为 5.5 公里，路线亦同样由澳门运动场起步，经运动场道转入莲花海滨大马路，在海滨圆形地前折返，途经澳门银河，转入望德圣母湾大马路，去到解放军圆形地折返，转入学院路，回到澳门运动场完成赛事。祝各位运动员可以享受一个愉快的旅程。